好，我们现在来试探一下这个手机壳。这手机壳一般，它这是一个 iPhone 手机壳，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它上面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壳子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图案剪好了。好，因为我们这一面是带升华烫的嘛，我们这个上面是有胶的。等一下我们示范怎么样烫这个升华烫。好了，就把这个图案现在放上去。好，放好之后呢，这是一个平面的。好，然后把温度时间调一下，温度一般都是200度，可以往下加减。好，可以了。也可以有买一点点的，我们这里有啊。还是像那种单的 A4 纸一样。你用杯子的话，你只要那个就可以了，只要 A4 的就可以了，A4 的就可以了。这个呢可以调时间温度，一般都是25秒钟。好，我们可以了。然后现在开始倒计时。不容易坏，我们这里有售后的。它更换的话就是一年内4年。这一款呢是我们的二代高压机，这个是2合1的表，非常的漂亮。好的，可以了，来，它会有那个音乐响声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提起来。提起来之后呢，大家小心，这个有点烫手的，所以的话先把它放到旁边。好，含着这个纸，好，我们把它放到这边来。我们可以把这个现在可以把它接下来了。因为它这个不是属于工艺品，不像那种家庭生活上面用的那种就便宜，就是它做工艺最便宜的是1800这个图案朝外面，对吧？是啊。好，这样接下来之后呢？这上面有一个背胶，我把这个背胶撕掉，然后呢把这个贴上去，这 iPhone 壳呢就可以了。好了，现在它就粘得很牢固，大家看非常的漂亮。其实我都没有弄过。真的吗？啊。是我没有弄过，确实没弄过。好的，谢谢。我来这么久。